现在环岛的星空列车来到前半段，在这段旅途中，你可以一次欣赏到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的海景，以气候佳且日照充足，金针花、洛神花以及大王世家成为本地炙手可热的农产品。位于知本及金轮的温泉区，水洁清澈且透明，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。冬季时，溪畔绿荫盛开，一边泡汤一边赏樱，如此浪漫风情，让人宛如置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过的太麻里乡是个阳光之城，每当跨年期间，总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此迎接台湾的第一道曙光。此外，拥有全台最美小淡水城的洛阳站，因车站紧邻太平洋海岸而声名远播，是旅客拍照打卡的热门首选。从火车上远眺，天气晴朗时，在台东海域湾可以看到一座被绿荫布满的小岛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绿岛。绿岛由火山喷发而成，温暖干净的水域孕育着世界最高的珊瑚群。的避暑地方，朝日温泉是全世界仅有的三处海底温泉之一。躺在朝日温泉池里，夜里与星空作伴，清晨的曙光在海平面闪烁，是绝无仅有的世界级景点哦。现在为您提供的是台东远近驰名的东河包子，请各位。Look as far as you could. You will see a small island covered by greenery.